我们要一起去 company trip 咯，耶 ！Oh my god， 清空它，已经有三个轰轰轰轰，日本的水果真是够力啊！这个 latte 很好，云朵丹的饭，有小银鱼在 ice cream 那边。樱花限定耶，人生的第一只招福猫，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哇，很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好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我们现在人在机场，三年前的诺言兑现了，我们终于要一起去 company trip 了耶！牧人兴奋耶喂，我们要一起去 company trip 了耶！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嘛。现在疫情之后呢，我跟 Alan 来兑现我们的承诺，去日本。然后之前是 Jason 还没有加入我们嘛，所以你还没有啊？哦，对，本来只是景轩去吧。那时候你还没有做，那时候我十月刚进去，十一月 Alan 就跟我讲，哎，我们明年去日本了，我就哈，兴不兴奋？兴奋。你是第一次去对不对？你应该会很喜欢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还有我们的，这是 Jason 的老婆 Even， 因为我觉得带埋 Jason 去，我就顺便问他，哎，不如带埋你老婆咯，要咪一齐玩开心啲。Good decision。下次带埋你妈。还有 Sean 也是第一次去日本，兴奋吗？第二次。哎，第二次，哦呀呀呀呀呀，兴奋吗？兴奋，非常兴奋。你呢有什么话想讲？玩得开心就好，出钱就很开心。所以我们到了日本再见。哎，我都没有讲我们去哪里哦。我们这次会去东京的。期待我们的 video 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奇迹！是美好的旅行竟然看到你。巧遇，我可是我们真的是会遇到哦。对，我不是跟你说，哎，没有，你是谁？你去哪里？OK 啦，拜拜。Alan， 借机哦。大下火车，然后出来天已经暗了，我肚子很饿啊！现在等着他们搭 lift 上来。好冷啊！好冻啊！景轩讲还要挑战吗？他不要穿那个 heat tag， 还要挑战那个凉度。他现在有穿吗？我不懂，他好像没有穿。他穿就知道。以前我们就是搭火车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会买那个 Suica 的卡的吗？ Yeah. 现在超方便，如果你是用 Apple， 你是 Apple 用户来讲，按 eWallet Add Card 哦，你就可以 Add 那个 Suica 的卡金钱哦，你就全程就是这样递。只要你有 Apple Pay， 从那个 Apple Pay 里面对 Apple Pay， 很方便，你不需要好像排队。大爸他出门的时候，那卡又没有带。对，这个、是谁？系咪系咪都同你讲好冻噶啦？你而家做咩事啊？你想点啊，小姐？冷啊！我就快点拿那个羽绒衣出来。OK， 经过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的 Airbnb 啊，耶、yeah! ！我们这次呢是全部人住在一起，给你们看看我们的 Airbnb 是长什么样子的。这是我们放鞋的地方啦，然后呢一进去咧就是这样子的，它其实是有一间房间罢了啦，可以睡四个人。然后这边是柜，接下来咧厨房、客厅，然后就讲榻榻米的床，这边可以睡三个人。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个房间太拥挤来讲，其实你可以拉那个床在这边的。哦，这边也是里面有床，因为我们打算在这边开行李。你看到我们的行李有多少吗 ？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。然后我们的 Airbnb 呢，还有哇哇，还有 balcony。这边那个 view 好靓咩？哇 ，Oh my god， 清空它，哇，好靓啊呢、这个。看到吗？我们有退休了老人已经坐在这边看清空它了。这是我的退休生活。带你们去看看厕所，厕所呢就是干湿分离的，这边是冲凉的地方。OK 啦，也蛮宽敞一下。然后有浴缸、毛巾，通通都有。垃圾分类区，它算简单呢，它有哦，对。
可燃烧、不可燃烧，还有瓶子，还有那个铝罐的。不可燃烧没有哦，一样啊哦 ，sorry， 怕我们垃圾太多，准备两个给我们可燃烧。我们要培养环保意识，这样子地球妈妈就不会晒成冰。有意思。废话不多说啦，因为大家都很饿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。现在是六点半的。什么？你们吃一兰啊？耶！我来。可以拍完我吗？哎，你去。那朋友你们呢？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？抵不过一兰的诱惑，我们晚餐大家吃一兰。这个东西很贴心啊！如果你不想讲话或者是很难沟通来讲的话啦，你就可以秀他这个牌。有英文的不？对。第一口一兰，哇，那个猪骨，哦那，很香，很好喝。いただきます。Oh, very rich.The best. 我本身好中意食好似雲吞麵咁喎，所以呢個 texture。Konnichiwa, Ohayo。我們現在呢是早上9:30，講好是9:00出門的啦，不懂哪一個在那邊摸啦。大家水就是水。對，你看我們四個幾早，你看，因為我們是住在這個浅草寺附近的，所以我們就會逛浅草寺，然後晚上如果有時間，我們再逛這個 Akihabara。我們的 Airbnb 步行大概3分鐘就到了這個浅草神社。Bobby， 我现在来求签，希望抽到上签。10发，急，开干！你的那些问题就会冲淡的啦，就可以迎刃而解吗？对的。哄，什么哄？哦，可以哄。没可以。那抽到凶嘞，未必是不好的。然后你来这边吗？你知道了吗？然后你摆在这边，那个神给你化解喽。Alan 也是抽到。轰！我们已经有3个轰！没事的，抽到胸不一定是不好的。胸部吗？啊，你问了么？健康，没事。你来这边就对了，他帮你化解。妹妹，滚干。OK，Alan 的签他有话要说。Employment 啊，不啊。But then 我是 employment are all good 哦，都叫你们跟我的啦。你是知道是谁啊？我已经知道 Alan 在哪里，这个就是 Alan。耶！这个是上次我们来玩的，那时候我抽到累累。我老婆讲佢要攞呢只。好，加油啦！打开。四等最小只的也好啦，小只好啦喂，要不然大只你们很难带回去。我大只有的看吗？景轩现在买这个什么团，还抹漆，然后有绿豆粉，嗯，那好吃，很新鲜的。走，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粉啊？绿豆粉，一样哦。哇，我看到这个 Japanese sponge cake rich custard， 它是有3个酱 ：custard、chocolate 跟 strawberry。六百元。哇，我来试一下。它卡斯特是冷的，它的 sponge 很香，然后 sponge 有一点点温热，然后你再沾上这个冷冷的 custard， 好香，它的味道有一点像我们的鸡蛋糕，哦，很香哦，就热，然后外一层鸡蛋糕，然后再点那个 custard， 好吃。Alan order 这个 crab bun， 700元。哇，整个的哦，喂。
七百块很便宜。不错，不错，他没有讲好吃，他讲不错。像那个大烤烧麦，烧麦呢？是蟹泥啊。它真的是有一点像吃点心。哇。不错不错，吃的不错吃的，因为我们以为想象的是整个整盘都是蟹肉，它是有一点点像那种蟹肉做成的丸子。然后我们今天找到一个店呢，倩颖找到，因为我们想吃藕莲，他找到来这一边，不错吃不错吃。我们刚才在这边拍照，你看用手机拍也很美。哇啊，这是倩颖。今天是周六吧，这边外面很多档口仔，巧克力香蕉，哇，这是金汤牛肉吗？哇，很重啊，味道。对，它有三个 sauce， 一个是辣椒酱，一个是豉油，一个是豉油，一个是 yuzu。那 yuzu 我觉得我们那边很少能吃到，所以你这是 yuzu 啊 ？yuzu， 像 yuzu 酱油。这地道是，你们可以不要阻住我拍美食节目吗？这请吃。哦，好吃，好好吃。多少钱了这个？700日元，在那边吃东西700-800日元是跑不掉了，是这样的，正常的大家。这个也是700日元，有6粒。你们到底要吃多少样？多少？我们有4个人可以 share， 一人一粒半。我不要，没有要 share。不要再给我吃东西哦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再给我吃了。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。不要不要吃蛋糕，你看不要不要吧，好酸，可是油酥就是酸酸呐、啊，它不要开胃。枫树是酸的，油酥是甜的，好像是姜啊。枫树枫树枫水，哦，酸酸很开胃，很好吃，它很香哎，好水哦。OK，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我介绍菠萝包很好吃的吗？他的那间关掉了，我们现在在他另外一间，就在那个神社的隔壁那条街。哇，那个队伍长到，他现在就在这个西滩道，然后就在这一间，然后呢，他的 Q 就是。不过是很快的啦，因为他们全部打包就走了，是不是？蛮快的，我们一下子就到了这边了。你不会后悔？对，我已经看了你们 vlog 很多次了，我一定要吃。队伍哦，虽然很长，可是因为大家买了就走，其实还蛮快的。我们买两个，一个300日元，如果你是要有含的话，就600日元或者是650日元。Let's go！ 哇，他很无处烟。它就是跟我们平常吃的菠萝包其实不太一样的，它就是很像糖的面包。哎呦，脆脆的，紧身，哦，很舒服它的面包，脆脆绵绵糖面包。就是他们日本很多那种松软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们这边没有人天了，我觉得他们的意沙那些啊，做得比较好。嗯，好吃哦。嗯，可以唔知我哋食个菠萝包，有少少好似饼咁样喎，佢出边啊，结合性嘅糖嘅饼嘅味。唔知點講咧，真係 OK 好喝。你對佢麵包有咩意見？我同你講。希望佢個麵包可以整厚少少，所以有個麵包嘅口感。OK OK， 我同你講。阿里嘎多。阿諾，呢個麵包整厚啲，阿諾比較好食啲。然後我們現在要出發去西班牙。是景轩跟阿双呢，他们去横滨看那个钢弹，我是没有什么兴趣啦，所以我们就去西班牙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表参道，我们没有直接去西班牙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要慢慢走着去，不是，是比较顺路。哦，比较顺路哦 ，OK。我们要走20000的 step， 逃跑逃跑。不过你在日本呢，喊韩德你都会走10000步。韩是谁？韩韩。不懂是不是星期六的关系？这边有很多市集耶，可以看看下当地人卖什么东西。哇，卖胡椒，他可以给你 testing。This one is。好热，很香哦。哦，胡椒盐，有点麻麻的哦。哇，好大力耶！耶，谢谢你们，晚上我买蜜瓜。吃吃吃。耶。嗯。很甜哦。我一打我就想到有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日本的水果真是够力啊。够力哦。啊。很足水啊，很多水啊！哇，这里也是有卖米耶，他们的米口里好吃哦。OK OK， 阿姨很好，阿里嘎多，国在吗？
绵好吃哦，很绵的，香哎，那很脆口。丽丽接辛苦，不要浪费。我们现在逛到来这个 loft， 这个 loft、整层就是很多东西卖的，彩妆啊、衣服啊、沙波浪唱啊、camping 的东西啊，通通都有。然后有五层楼高，六层啊、嗯。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睇到冇？那个饭买普通的饭，这个你放热水泡它，然后就变成一碗饭了，方便。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啊，五条来的那位面包 ，Oh my god， 哇！可惜我们不能带这些植物回去。各位团队们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个嘞？招财猫放 office。这发沙喷出来的水很细腻，不错，可以买，多少钱 ？OK， 拜拜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但是我不想要这种 miss 嘞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大大力的。哦，那种 bomba 用的啊，最好是可以测死我了。我们来我们的 tea time， 吃百元寿司，终于找到有人陪我吃生鱼片，因为这边的寿司哦，一碟百元这样算很便宜了嘞。对对对，然后有很多选择，又新鲜。那我讲啊，走哦 ，let's go。没有看价钱就点了，舍弃这块的样子，十八块 OK 啦，我螃蟹，它是螃蟹的那个脚哎，很大个，这个很好吃，很甜哦，十七块很便宜，十七块很呆，好吃吗朋友？省的，完全不是省的味道，好吃哦，香醇味。吃差不多整十碟，是啊，马币70多块吧？哎，好抵啊，食好饱啊，2400。哎，食粥食饭靠你哋，多一个就掉了，这边快，多一个它上面就会倒下来。对，靠你啦，欠你。哦，有吗？没有，因为它也是刚刚。哎，跌三粒糖果罢了，完了整天烟，该忘记拍这个很紧张的 moment， 已经掉了4块拉面。那我给他来个致命一击。阿美，你成功了。小姐，你大庭广众在干嘛？明明啊，随身穿着拖着包出门。装好了 ，Let's go deal。不，你这样表示有背面的行李都不要了吗？对，你回头挖地。我们来到了涩谷的阿迪达斯，我发现到一个很可爱的包包，鞋盒，很得意喂，真的是可以放小孩子的鞋，然后送给人，可以当背。这个包包不便宜啊，200-300块。来到了秋叶原 Akihabara， 这边呢就很多那种动漫啊情趣用品啊，倩影的天堂啊，倩影的天堂，情趣用品啊，倩影的天堂。你刚才叫什么？在重买咯。我问 Evan， 我讲你要买啥？他讲看 quality 咯。我讲一分钱一分货的嘛，你想啊买那个？给你一个摇那个，摇到这里没有水啊？你不要讲脚不知道没有水。有 chocolate 的，有小的 Oreo， 有中的，有大的 Hokkaido milk。蛋团 all in。今天扭蛋的快乐，我生平第一次没有扭到成功。哦，还有
走神啊，我们现在啊很早啊，东京时间8点我们就要准备出门，因为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上次我们也是有去过，等一下跟你们讲，因为重点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我们全部已经搞定了吗？倩影还没有搞定，倩影搞定了，一出来我们吓到，他竟然跟 Jason 穿一样颜色。 Evan 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他们只是兄妹。李家的幸运颜色2024灰色，他在脱衣了，没关系啦，你舒服就好啦。我不舒服，我心里不舒服。哦，倩你要骂脏话。给你们看看我的穿搭，我今天跟 Alan 穿的是算是情侣装吧。一个红。没有，我们一样牌子来看啊，然后里面是保暖衣，然后呢我的下半身呢，这个泰国买的裙子，所以今天的穿搭的风格就是文青舒服，因为等下去的地方会有海边，所以我要跟海融为一体，叫什么？融海。错，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对，我喜欢颜色。OK， 不要紧。然后我这个包包也是蓝色的 ，Louis V， 因为过年嘛要用福袋，一袋一袋。这个是蓝色的紫色。你有严重的色盲？没关系，他看到我就好。Let's go， 跟 Evan 老公哦，情侣衣不到他跟 Evan 情侣衣。你想怎样啊？你今天想跟谁情侣啊？跟大家。哎，下半身是 Jason， 上半身是 Evan。他离不开我，谁下半身是 Jason？我们生平第一次等倩影啊，她换了衣服，换了又换，终于她不会再跟人家撞衣了。快点啊，不错啊，可以出门了。还是你要穿一个白色的裤？哎，还是不要给她这样多意见了。我们经过便利商店，然后看到这个纳豆卷，哇，我本身超爱吃纳豆的，可是这个纳豆卷好不好吃？试看看纳豆。好酷哦。Alan 叫我买的，然后我想哈，耶，不好不好吃。OK 哦，很好吃哎。我买了这个鸡蛋呢。买了这个妹推荐的咖啡，还有这个 ham。那个是 cheese bacon 的面包。我还买一个炒面的面包。早安，这个是他七早八早死的，是好大桶的。我是吃 nasi goreng kampung 一个。不理了。这个 latte 很好，它里面 non sugar， 虽然咖啡味没有很重，但是好喝。温馨提醒大家，倩影又换了衣服。那个还贝哥加 croissant， 所以是什么？北宋。我刚才讲 croque， 不然味道有点像红茶。然后刚才拿一个水，红茶无糖。哎，明天要5点出门了啊，一直走不到这个框框啊，每走一分钟就要拍照啊，高明啊，太阳下山了啦。耶，我现在来到了火车站，今天的行程是去镰仓，去年呢我们已经去过了，我们不知道镰仓是有这样多的 spot 可以下车拍照逛街吃东西的。哇，所以卡买到很难买到了，终于买到了。对、这个，我在介绍镰仓啊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去过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要 explore 多一次，是还可以去到更远的。是那时候我们太迟去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12点一点出发，所以如果你真是要去镰仓，麻烦8点出门。虽然我们8点出门，9点才到，哎，没有9点都还没有上，还没到啊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咯，因为那个地方去哦，大概要1个小时多的。OK， 你刚才讲什么？水卡。看卡现在很难买到，因为那个 material 缺少，好像就比较难买。比较难买，刚好这边有。他之前台内大跟南里大有卖，就刚好我们上那的时候，哎，这里卖哦。这边我们 Erno Station， Let's go， Let's， 哎，算了，你们没有默契了，你们。哇喂，火车的那个扭蛋，这个一定要复古的。我要青色的。青色哦。另外一个青，这个青。青色。哇，蓝色。是蓝色。不同的。哟，很美耶。哎，是不是可以剥的？我们大家是不是一起可以剥的？很 cute。400页。哎，准备那个没有。
样嘅，做咩你有？喂，青色，我喜欢青色。哎，青色，一 set 到我们，你给我咯。因为这个它有轨道的，一 set 的，它都不能走的，看到没有？它要靠我的。哎，你是那个头哎，它要靠我才能走。大家，我们没有下镰仓高校前，他们就下去拍照。我跟千影呢，就下了这一个站，叫做 Inamura Gasaki。之前我们不是有来到这边，想要吃那个云朵蛋的饭，就是一 set 的鱼饭。然后它前面可以看到火车经过的。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来到太迟，然后又要等很久，所以我们就放弃了。今天我跟千影呢，来到镰仓，我们直接第一站就过来。我们帮大家补位，少人来更好。然后你们第一个来更好，你们可以选择那个外面的位置，一边吃东西。一边看到火车经过，对，两个位置呢是坐 outdoor 的，感受更多一点。四个位置呢是 indoor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火车过的，有玻璃的。对，有玻璃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坐外面来讲的话，那必早一点过来，位置是不能预约啦。然后给你们看看这个 menu 是吃什么的。OK， 我们的饭呢，我们有加一粒 tamago， 然后我们要用人力来打出云朵蛋，蛋白跟蛋黄也要分开放。OK， 蛋黄就倒在这边，留住备用。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我说你说，看这里帮我打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打到有一点香啊！你看我的手，红完了。哎，安诺牙膏ですか？沙里，厉害哦！铁医生帮你打的，你懂啊？小小小小小水，打了这样久哦，那口感不像蛋，它像那种棉花糖啊，一吃进去就化开来，没有带到那个蛋的味道，味道是不错吃的。现在我们来吃它的鱼，我叫的是圆，很好吃，好吃吗？大家没有腥味。我们来到了江之岛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穿衣这个鸟。爹，爹，爹，你要叫谁的爹？上天啊，亲自赐你一个男朋友。那那边有爹。收信，收信。哇，步行差不多整十分钟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江之岛的算是上边街吧。大家，我们要吃这个，哇，有小银鱼在 ice cream 那边。这边呢是出产小银鱼的地方，所以呢就是有小银鱼的食物我们都不能错过，就连甜品也是。我要 order 这个 ice cream 上面加小银鱼，咸咸甜甜。我就想不到啊，我真系冇谂到咁少的味。他给你多换，你也是会怕的。那就放满嘛，什么都是多就吃得完嘛。对啊，OK， 我试看。嗯，它 ice cream 很好吃，试看这。OK 啊 ，OK 啊，不错的，就是有少少咸，之后带甜，之后嗰个鱼系熟咗嘅，佢唔系生嘅。但系呢个 ice cream 系咩 flavor？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咩 flavor， 可能系牛奶。但系呢个颜色好似银鱼哦。因为佢有银鱼，所以佢就做灰色。灰色。哇，你今天穿得很对 ，cosplay 银鱼啊，今天。我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后面那个人笑你，你来讲笑我。
应该的 sauce 很香，这个我觉得是甜酱，咸的，嗯，酱油膏，三百元这个魔芋吃了不会肥哈。我们这一站呢，来到了这个七里滨。这七里滨如果你就向前走，然后过后你站在某个角落，可能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可是最近人天气不懂怎样啦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以看到没有啦，我就来搏一下运气。大家在寻找富士山的踪影。听懂啊？哦，最近天气讲不好啊，看不到富士山啊。看你要不要来日本的海边？走走散散步，那边下面有的走。不要，我要看富士山。富士山，飞机看到。哇，时间过得真系快，晚餐的时候又嚟啦哈。Alan、景轩跟 Sean 他们去扭那个扭蛋，去玩扭蛋。那我们四个人呢就很饿，所以我们呢就吃鳗鱼饭。这个墨椒吗？西布亚希卡里。西布亚希卡里。这八零米六楼。鳗鱼饭。很好吃，虽然有一点贵啦，但是是值得的，因为很好吃。正常的价钱，如果你突然间特地要吃一个3000多5000元的饭，就来讲，哎，有点吓到嘛。可是它是好吃的，它的鱼很香。水，因为这个很好吃。瓦萨比，葱，对对对 ，yes。我来泡这个红茶。食材搞定，真的很好吃，生活多高。而且你这直接倒进去。有啊，今天是 day four， so 我们呢今天就大家分开走的。阿双跟景璇呢就去扭蛋 ，Jason 跟他老婆 Evan 呢，他们就去竹地吃海鲜，因为他们就是吃货嘛。虽然我也是个吃货，但是二只能选一，所以我决定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浩德市看什么呢？看这个招福猫。右手，左手是招财，右手是招福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是要去祈福祈福的，希望得到平安。没有下雨，哎菜。And then 呢，他们就在我们的 Airbnb 外面的 Starbucks 买了这个季节限定。通常他们每一个月都有一个限定，对，很好哎，每一次都很特别一下。对对对，中华限定哎，那时候是那个冬天限定。哇，哦，不怪得一直要来买啦，哇，它杯很美哎。哦，爽快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还这样多吗？对，是个很好的选择啊。喂，你们买水吧，还有一个巧克力杯。哦，那他买姜就给你这样漂亮的袋子哦，这样丢哦，不舍得丢，收起来啦。哇，哎，我要拍照，我要拍照。哇，有这样子的，包给你这样美啊，这样你这个纸也不能丢哦喂。姜哦，哇，景轩也是买这个。没有，快点吃看，快点吃看。哦，你要拍照哈。OK， 再没事了，我拍。我们在浅草寺转了两个站，终于来到这个豪德寺。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卡了福气啊，难得看到你穿暗色。因为我们那是要穿黑色的，可以讲，你不穿那个呗。是咯，因为你去那边来拍照比较漂亮。我这个衣服是之前在这个 COS 买的，哇，我这个鞋子终于穿得上。UGG， 我那时候在那个 Melbourne 买的，有折扣。我买这个鞋子好像是100多块吧，便宜哦，而且里面是有毛毛的。哇，一出站。就看到这个招福猫，我们是来帮阿辉祈福的。天公不作美，到了这边之后才发现下毛毛的细雨，所以我希望等一下会停雨啦。自己穿多少钱？700元，因为本来我是想要买小把可以折的，1800元。我耶。
这个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宵夜，它有小只的嘞，小只的到大只的。我人生的第一只招狐猫，右手的右手。我是想多500元就可以买大只了，这个是1000，这个1000。我们现在要来写我们的心愿。以防万一，可能人家会碰到碟水，我们放里面。是的，碟水。哎，我有，从你这里面。我有，你要不要放？我不要，我放在消防栓那里。全部长一个样啊！是啊，这你确定是放在这里吗？我们全部放那边，放在这边。然后等一下那些人哦，然后这边是我一定这边必拍的。可以顺便跟你们科普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这样多招福猫？是因为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有一个猎鹰的人，有一天下大雨，他就要找地方避雨，是看到有一个猫哦，有一只猫路过的时候有一个猫看到他，他就，我不懂是不是这样啊，或者是这样，他不像是，吓死人哦。那个猫就好像叫它来这边避雨这样子啦，带它进这个寺庙避雨，然后过后它就为了报答，它就重启这个寺庙。对，过后的事情我就不懂了。我们是大概上网看到这样，切记哦，左手边是招财，右手边是招福，两只手叫呀，一姐一三呀，咔咔咔。所以我们三个人呢，就前往金沙去吃乌冬面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看。还要关门了。对不起，是啦，还冷啊，起什么福气这样久？我以为我关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当我没有讲过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Ginza 站，我们要去吃这个花山乌冬面，扁扁，很像板面的面，然后沾酱吃的。除了沾酱啦，它里面还有其他的汤啦，啊，有 tempura 的。第一次去了还不懂，下雨很大风，你来看。哇，是不是飞过去哦？它是不是4点关咩？我们现在3点到，它好像 close 了咧，不够面啊！没有面了，没有面。你们去问，三碗面包价，我问看够不够？就是这个。没有变哦，我们唯有就是转 plan。我们现在要吃附近的七茶肉，他是吃这个蛋包饭。小红书有人讲，一咬入口，我震惊的眼睛都大了一圈。哇！单夜入口即化。OK， 我们很诚实的，我们先去帮大家吃吃看。它的menu其实没有太多东西吃啊，就蛋包饭啊、spaghetti 啊、steak 还有面包而已。然后呢，每个人必须点一杯饮料。不管是不是饿的关系，很好吃哎。它的面包很 soft， 它的蛋很巨张哦。哦，还有放牛肉。卖相好像还可以。哇，真的很冷哎。它番茄味很重，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有加 cheese 嘛，就吃到 cheese 味没有很麻我的感觉啊，就好像番茄炒饭，然后再加蛋这样。面包很好吃，然后吃到面包，那蛋很嫩，好吃哦。家的味道。对，那是好吃，好吃，但是很嫩，普通嘛。完全没有必要特地过来，不要特地过来。但是如果经过，可以进来。真的。我们吃完东西，来到 Ginza Toy Park， 然后里面呢有卖各式各样的玩具，很特别的，就是不是那种只有小孩子可以玩的啦。然后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镜头坏了。蒸炉的牛蛋夹面包的。哇，这个 OK 嘞喂，拜公司，抽签，每个月嘞你们可以抽，可以休息几天，抽，你们休息几天可能会有零的，不能休息。对了，休息都是好，放那个薪水会比较好，比如说放100啊，然后1000这样子，转到100就100啊，那个、每个月有 extra 的 bonus， 这边 bonus， 哎 OK 啊，交换哦。这东西插在那边，我就想要说，哎，这东西讲完很轻吧，那我这样走。
疗愈耶，喂，是不是喂？美耶，它很像那种我们吹那个泡泡啊，嗯，感觉这样。你舒服啊，看到？大家，如果你们来金沙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来，因为这边有太多太多欢乐、欢乐、欢乐玩具，可以可以来看。又到了吃晚餐的时间啦，然后呢，我跟景轩还有 Jason 他们约好呢，去元素那边吃这个阿富瑞的 ramen。之前我就有吃过啦，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吃啦。它是柚子汤的 ramen， 很清爽，然后很开胃。在东京有几间分行的，所以我们来到其中一间是在元素阿富瑞。阿富瑞，我的同伴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们 happy shopping 吗？吃得开心吗？伟伟，我来日本哦，我是会花最多钱的。那你知道我这次的 trip 很克制哦。等一下，你看多几天先。Sorry， 没有没有没有。More to come。More to come， 你睇呢个老公已经。冇使钱啦，翻到嚟，翻到食面包。Yuzu， 这个我那时候是吃这个啦，它还有其他的，有辣的啊，有别的味道。哇，它的汤真的是，因为很多拉面都是猪骨熬的汤底，所以会就比较窄一点、浓一点。可是这个是非常的开胃，因为它酸酸的，它应该是鸡熬的汤，赞。各位，我有。好介绍，之前我不是有介绍大家买这个 Vago C 那个压缩袋的吗？然后那个其实蛮方便的，只不过呢，它就拿比较久的时间，因为它是插 power bank， 它就大概要用15分钟的时间。然后 Alan 呢就在淘宝买了这个。什么牌子？没有牌子的，没有牌子的，不用紧，最紧要咩？塞嘞，它大概是一分钟以内呢就可以，哇，很快。然后它是长这样的啦。如果你们有看我 IG story 之前，我不是有介绍你们这个风扇，超大的，这个 shot 也是可以的。我们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啊。这个它有给几个头的，你抓下去、哦、对啊 ，cut 了之后你这样子说，这样说，这样子开。挖过呢，你的是用一支针，对对对，针，嗯，这个啊，你看啊，不要眨眼啊，按一下。搞定，然后还有我这一袋这个，你看现在种种吗？我们来 testing testing。我们用这个，我们用这个。哦，我们用这个。吹风前面嘛，后面就是 C 咯、嗯，它其实可以装 S 设计 C 东西。哦 ，OK OK。我用它的背后啊。扁塌塌咗，其实还可以再细，但是它已经很厉害，我这边塞很多件大衣耶，太晒雷了，太晒雷了 ，good good。但是之前我们买的 Vago 也是可以用啦，只不过它就可以啊，那个就是方便，方便插 power bank 的。那个因为那个可以放在机场，我们这个不可以，这个一定要 hand carry， 因为没有 battery。对，那个有那个好，这个有这个好。OK， 谢谢你。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，又系时候讲拜拜。嘅日文我唔识讲，所以我讲广东话。然后呢，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晚啦，我们要准备收拾行李，这个旅途将就结束了，好快啊！大家在努力收拾东西中。谢谢 Akista 送我这个。对 ，Alan 帮他夹的，他很开心。你老公帮你什么？帮我加油打气。哦，帮忙给钱，你有夹什么公仔给我？没有黑啊，我是你的大公仔。虽然，但是我们今天是最晚，可是我们的旅途还没有 end， 因为呢，我们明天会一起去北海道。这个日本之旅你开心吗？开心啊。美好的一天呢、啊，是因为有我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他比我喝酒。景轩也是第一次来日本，而且他第一次来日本哦，他过后又会去北海道看雪 ，freedom。他不开心。很累哦，哦对，我们真的是也是很累，因为我们今天走一整天，我没有想到这一个旅途哦，我们是腰酸背痛的起床的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影片不要觉得伤心，因为影片是还没有完的，我们跟大家讲拜拜先，我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，さよなら，こんばんは，不客气，路边海的信。你行后感组长，组长，你是 ？Yes。你行后感。
后感写了没有？我还没有 end。旅行后感组长帮忙给个 report， 再见。给 format。